游戏画面卡住了，游戏画面卡住啊，反正就是试试看吧，嗯。可以的啊，再来改这个。最近有看有些玩家在玩雀魂啊，没玩过，我想说来试试看好了，顺便轻松游玩游戏试试看哦。因为之前玩手游玩多了都会想说要先看惊叹号，但是不行，我们新手的话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什么活动，购买美金5.5块哦。那如果是初心者，这游观战普遍相商店惊叹号，那我们这个都没有，没有哦，没东西，杂货屋哦，祈愿屋、心之屋、福袋屋，好。有人场、段位场、比赛场、段位场，我们先从最初心的开始好了，因为最下面还有雀圣，我们从最初心的场来玩玩看好了。智人东，哎，资料在旋转吗？我看一下。智人东三人男哦，智人东没有说明吧？东四局结束，一位不足30000点路哦，所以还是要点数、哦。智人东，点点看，预约中。好、哦、像有时候玩手游玩太多，就会觉得点点点走走走，每天都是打一样的用东西啦，所以哦，偶尔换换东西玩玩看啦，好、哦、让自己心情好一点，好不好？这都新手吧？那会发现这个游戏Steam的游戏到现在还是有那么多新手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面发呆中哦。Gino， 哦，那丢一鸟没用，一封。哦，因为它跟那个台湾牌比较不一样哦，它一定要有台哦，啊要有那个符合它的一个规则哦，不然的话就是留局很容易留局吧。进呀！进呀！有一点难唬，没有台哦，真的很难会唬。那就试玩看看吧，因为好久没玩日本牌，有玩日本牌是在我的。小时候，我没有，应该说国高中的时候吧。国中、高中的时候有常玩这种那个哦，日本牌啊。吃掉它。好像这样子没台，他好像就不能听了。虽然说我们已经有听牌，有没有？哦，但是他就是没有台数，没有台数就没办法听。那我们就先让他电脑带看玩玩看吧。
无意，有没有无意？就是没有台的意思。所以在玩日本牌，虽然13张很少张，但是你要发现它的一些台数怎么去做计算，你才有办法去玩的。啊，这样很难去打，有没有？都无意没有牌，有没有？所以真的很困扰哎，那你玩玩看吧。听了，被人家碰走了。还是跟我讲说没有那个没有台，无意有没有无意？哦，正听无意。帮你啊！那怎么忽然发现了那么多新手哎？这我们这四个都是新手哎，怎么有那么多新手在玩这个游戏？这游戏也很久了。虽然是免费的，还是说大家可以用空账号啊，空账号就可以随便玩哦。我要白板丢两只了，哇！所以最少要留有台的才有用，不然的话是没有用的。无意，有没有都跟你说没有台就没有用。看呀，掌握啊！底和明切哦，这好多很多功能吧？因为对方有听哦，听就有一个听的牌啊。啊，这个好像也可以线上，线上你可以找朋友来打，就可以线上打牌。一万跳过，八筒可以丢了哈。那丢一些人家有丢过的牌比较安全。杠不要，先一筒，没事。开始吃就错啊！要有那个碰碰虎有没有？碰碰虎才有可能有那个有没有无意还是没有？还是没有台啊！所以你要懂得日本牌的规则，才有办法玩得很顺。就是你脑袋瓜要有碰碰虎啊，或者是那个八万啊杠啊，那都没有台啊，很可怜。你看都是没有台。六句，好，听牌，都是听牌，但是没有台。好，那我是第一位，哇，这么好，给我一个一位。好，那再来这边就是要留有台的那个方式去玩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。哦，它有顺的啦，碰碰胡啦，三暗客啦，那一些牌台的内容就要去对啦。哎，丢出去。那五万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功能，也被丢出去了，也跟着丢吧。八万两只，哇哦！虽然三暗客，哦，尽量把它留住那个放在手上的牌。嗯，我现在就觉得玩这个就很轻松啊，动动脑打打牌也不错啊。哦，那 Steam 的游戏免费的也蛮多的啦，其实玩家有兴趣也可以上网去加入 Steam， 哦，不用花钱哦，就可以找很多游戏来玩。像我刚刚还有查询到很多什么文字游戏哦，前阵子很多直播主都有在玩文字游戏，我还被他听了，我就全部打文字的游戏哦，不是打文字的游戏啊。他会帮你提示哦，东已经上面已经有一只东了哦，红中也有了啊。
不然就是不吃不吃不碰不听，我要碰还有得碰耶、欸，九万。因为不能随便吃啊，吃也少了一个台啊。那、啊、你要说刺激感呢、欸？目前这一种的应该是还不刺激吧？因为人家常讲的，打牌吼都是打自己的钱吼最刺激的，啊不打钱的话就是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轻松玩，输了就输了嘛，反正两万五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刚右边这是门清，门清也多了一台。所以很多麻将规则，你如果懂得更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玩起来会更轻松。嗯。好、哦，那这个游戏是世界性的，我在想说应该是世界性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新手玩家啦，不然你说实在的，你那个游戏这么久了，对，不然他们就是电脑。啊、另外一种就是电脑玩家，就是陪玩的，负责是陪玩的、啊、要不要碰？不要啦，我不要碰啊，碰了就没有了。好、哦，这不是六桶，可惜啊。一秒又来给我一秒。九桶三只被丢光了，真惨！六桶也被丢了哦，九桶四只没了哦，哎呦！龙呀！哇，他红中一台有没有？一排中一台就三十伏，就一千点啊，就赢了他一千点了。哦，所以他就是要玩那个，你要知道台哦，他的那个台数哦，门清啦。碰碰胡啦，当暗客啦，哦，这都是一种的那个战术。还蛮悠哉的。我不像昨天打那个打得好累，一直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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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不知道他点什么意思的，一直点任务点任务点到我都把游戏砍了。嗯哼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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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不要吃不要吃，东丢出去了，后面有，好，嗯，金鸟，嗯，红中有没有人要？帮呀！哎呀，不要拿一台走了。红鸟，哎呦，吃又碰哦、啊，红中就一台啦，啊，红中有台就可以胡了、啊。五桶没用，继续丢。所以有时候啊，牌面一出来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到该怎么去做了。还有图案可以显示一下，装可爱一下、啊。那应该都是有人在玩的吧？哦、才会有那些哦，五万。嗯，大家开始在按图示了哦，所以说啊，有时候游戏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只要有人一启动，大家一直在启动，我就一直跟着走，跟着走。碰啦！一二三，我来再来想办法碰碰碰好了啦。嗯。
Ponya 两张哦。好，剩几支牌啊？不太知道哎、欸。糟糕，跳过好了。因为北只有两只哦，所以要胡很难。除非有人刚好不小心丢，或者是他有听。哎、欸，7万哦。哦，没看到7万，好像在等北吧。我觉得，除非有人刚好倒霉拿到北了，北拿到就丢出来了，就变成虎了。啊，被他虎走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红宝帆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叫红宝帆，红宝帆是这个吧？红色的吧？好、哦，哇，上面那个已经放两次枪了。北，哎，一开始就丢北去了，哇塞！35346455，哦，所以有红点的话，应该是它多一个有个台数的关系吧？不要。跳过，不要乱吃。3456，波尼亚，波尼亚，那白板面丢一只了，可惜呀、啊。金呀，金呀，红啊，波尼亚，波尼亚。好了，再一个拼个碰碰碰吧。哦，虽然不容易胡啦，因为你要碰碰胡就是等那两只而已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在打牌的时候不会去想要碰碰胡，因为不太容易胡了。金呀，金呀，要等他们丢这个，那也很容易被你拿在手上不会放，因为。有些玩家他们就是刚好有凑到那些牌，因为你要知道你是三家在玩，所以人家常说赌博是1:3呢，你怎么去跟人家赢这个？对不对？打麻将娱乐就好了，不要想说要赢钱了。对，以投资来讲的话，这种比例真的是太难了，好不好？还有清一色哦，混一色哦，还有这么多牌的规则，那就是九手，哎、欸，那被碰走了吧？对啊，九手被吃走了，三个碰竟然还找不到可以碰的，哎，3万4万对面都被丢了，嗯。那也没有暗刻，也没有三暗刻，那就是等碰吧。哦，因为现在回想哦，打牌好像就只有这一些吧。哦，你要懂更多的一个牌组，哦，更多的台数，不然这个真的很难赢。碰啊，碰呀！啊，崩呀！崩呀！这样单听5万哦，五、哦。那这边写几张？哎，5万3张，8张啊，8万没了、哦。8万没了，我刚应该是听中洞就好了、啊，真好笑。中洞还有多一台吧？来不及了，自摸。什么呀？但也不一定啦。我如果刚刚如果丢错，有可能就会变成啊，还有断幺九哎，哼，还有断幺九哎，难怪，还有断幺九的分数哎、欸。哦，所以说啊，你就是要懂这些牌组，你就可以翻到断幺、断九。哦啊，把这些牌凑起来。
伯鸟。嗯，断幺九，你看人家又学到一个叫断幺九，断一跟九。好，伯鸟。还有什么国士无双啊？还有什么？哦，太多了，太复杂了。看照这个牌要玩断幺九吧，哎、欸、九也不行啊，九两只，把九丢掉。哎、欸，他丢了还有人在想哦，所以有时候丢牌别人在想说要不要那一只牌，他也会停住哦。啊，红中被丢出去了。红鸟，哦，快没牌了。七蹦。所以证明一跟九可能人家比较不会要，所以你如果有一跟九，就是要想办法去等，等人家碰牌。嗯。哦，有红的哦，这多一番哦。嗯，是吧？五手啊，可惜五手跑一只去了，九手没用。一手被碰走了。一九嘛，一万九万，一万九万都被人家丢光光。哎、哦、呦，剩一只哦，要命哦！他独听哪一只啊？因为这样子根本不知道看出他丢哪一只牌哦，所以有时候不像真的打牌一样，真的打牌你可以看他丢哪一只是不是有换牌，有没有？我们常讲单跳一只，他有没有换手牌，我就可以知道说他刚听的那一只牌有没有变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还是一样丢那一只？刚四万，现在六桶啊！七桶啊，一桶去郊游，八桶没事，好。二锁有人要哦，还在思考啊，青蛙丢。哦，他还蛮明显的，手上有什么牌在海底的都会亮出来。五锁那边有一只啊，呀，四万，是金鸟。嗯，龙放枪，龙鸟，真的是放枪哎，哥啊，作弊嘛，好不好？哦，他单掉那只五桶，哇哇哇，四番八千点。满贯啊，马上要吐给人家了。哦，这一局啊塞！波鸟，
嗯，啊，还有这个五瞳好像也有台吧，就是在海底中间的那个五瞳啊，就是最后一只五瞳是在中间的。啊，这样是无台，没有台。所以说啊，日本牌真的要会那一些组合牌吧，不然真的很难啊。都没台，都没台，好可怜啊！钢牙，钢牙哦，九万，所以是九万出现的，也代表这九万碰不到了，而且只剩一只，一只有可能在玩家手上，所以就更难打了。都没有台，好可怜。邮局，李景啊，哦，要喊听哦，哇，断腰喵，哇，混一色，有没有？混一色就颜色跟字牌，就混一色宝牌，宝牌四番六番一万二，哇。我就终局了哦，所以那一场就是四场啊，四场打完就开始算你的分数了，好，算你的 PT 分数，也就结束了哦。初心 PT 活动积分哦，就是这样子玩游戏啦。其实哦，虽然这个还不错啦，有时候发发呆轻松玩哦，玩这个麻将还不错啦。好，那有空的话我们再来研究看看啦。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今天的一个游戏试玩就大概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拜拜。